冲！冲冲冲！昨天他们喝那个没喝？我不喝。那你喝手冲咖啡吗？我也不喝。我奶茶到了，你要不要喝？就要问你，我真不喝。你是不是太胖了？不来喝。胖你妈个头！我不骗你，说实话，我才100斤。哎，真好。可以给我打2000的血瓶。哇，你好厉害！哇，好，我也觉得我好厉害。谁不是啊？谁不是呀、啊？装什么装啊？你不会没有幽默感啊？不是装，不是装，你别误会了。我是感到惊讶、啊。我没感觉，我就觉得你是个麻烦。这滑好惨，讲道理。啊，我没死，我跟你说，这回合我都死了。我被烫死了，你找得到我再说嘛。没听错了，我在家里，我来了。你爆点干什么？你没有素质。因为我看到了。哎，这个人，快把他杀了！真的，这个人没有素质，太好了。
这个恶灵战警的技能就是让王来过的，过来杀我的吧？他妈的，你们喷了几个切啊！我操，挂个机回来。哎呀，我傻的，双十一嘛，双十一我买了，我上网买了十斤的洗衣液，他前三千名买一送一，然后我想着我是不会手速那么快的，我就买了十斤，然后我没想到我是前三千，他给了我送了我一箱啊，然后人傻掉，我一个人哪用得完。20斤洗衣液，好吧，20斤，10公斤，好吧，10公斤，我用吐，我他妈洗一次衣服倒一瓶都可以，没有呀，他我就买十斤的，我就想着买十斤，但是他送了我十斤，这太牛了，而且才刚到。我操！我门开了，我不玩了。我在你家门口，你看门，看门。马上就到你家门口。我已经到了，他现在来看门了。哎，我这边风大得很。刚刚是我在开你的门，知道吧？真的，真的。哇，燃起来了！给我来个开子吧，七七，给我一个开，真的，我相信你可以的，给我杀了，真的，求你了，求了。你为什么也要放冰冻？你喷个锤子！你喷，我复活了，我尸体没了，没想到吧？哎，再杀一次了你就没了。妈的，我刚复活，刚复活，哎，你刚复活，哎，死了！你妈妈的吧？欠你钱是吧？我刚复活，你都追我杀？送你4分钟小电影啊！冲啊！他妈的，敌人尸体上喷漆，真的是欠你钱一样的。哎呦，刚复活就过来了。我突然没枪了，我枪突然没了，我靠！行了，复活了，嗯，复活了。我开着开着，子弹突然变雷。哦，全员恶域更新了。昨天晚上断网看不了，我复活你，好了吗？你在河里干什么？看你屁！这从河里冒出来，我看你屁！
要喷啦、啊！哎呀，几个喷气啊！不至于的。来，老爸，我帮你烧死他们！真的。这你妈妈的吻，我数数。他妈的，12个喷气，你们是人吗？跟人沾点边的事情你都不做是吧？太难，我操！真的一个字都不掉啊！谢谢你们给我喷这么多气，我太谢谢你们了，真的。你别让我逮到啊！嗯，真的，别让我当魔王逮到，那逮到一个杀一个。我就想要个字啊！你还给我摇，摇几次了？你们再这么搞，我叫人了啊！快杀了灭天，我继续给他喷。什么意思？进来就杀我，逮着我杀是吧？哎，老太逼。啊，没事。为什么他天天当王，我呢？躲在家里不出来。他挂机。啊，挂机吗？快处死他！我现在处死他。完全是我王天挂机，这谁的墓碑啊？这么花了？哎、啊，谁？这是谁的墓碑啊？这么花？重新买封信啊！我来了，灭天！等会儿，我先休息一下，等会儿来了。你看着他，哎，没死。你说了，你打不死我。哎，好烫！哎，好烫！完了！哎，看见了！等会儿。看你了，老师。你也是个杂种复活，复活，我复活了，受罪的，我操，复活就来抓我。没有复活，你还能抓你几个手机？喷一个，有道理，我复活了。哎，对，哎也复活了，好好赚钱。这两个地址看不到，你画个人物，真的让别人看到你。滑稽加血啊，主要是45滴血，不要白不要。哎，你可以这样。你好了，你让他生死吧！你给我死！死不了！动作哎！抓不了！啊，这眼神恐恐引人了，感觉。你刚当炎魔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刚当炎魔。昨天有没有月星？月星，背后摸来了。你刚刚有没有月星？
什么鬼？为什么我要？没事。转高房间全点死。烫烫烫烫烫！我在这玩这么久，没给火当王。我走一火，然后就给我当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确实也是这样，你挂机他就给你当呗。那我再挂一会儿机。你可以试一下。你可能只是经历休息一小时。随便。你们喷气都没了。我有一层我抽了四十抽，刚好八十多抽了，还没给我这中你。哎，我吐。好吧，保底小保底克勤。没意思了，没意思了，这游戏。克勤是真的拉垮。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哎！你怎么又没有意思了？我就你看我尸体上几个喷漆，这群人，哎，搞我心态。你看你手顶上这个好不好？好看，好看，太好看了！我谢谢你，阿里嘎多。是谁那么犯贱，敢在面天头上拉屎？哎，我记得有屎的图片。为什么有人能抽到短针输了抽这个啊？好多人抽到几个兵啊，短针输不是挺难的吗？你看这把枪怎么样？我直接省了300G，好吧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那叫爱你，那是爱你的表情。你要是你那么受欢迎，对不对？你那么受欢迎，你要什么是吧？哎，不知道怎么说。喷漆不要钱吗？对呀、啊，有这么多人愿意为你花钱。哎，拉垮杨梅了。没有，我不会忘记你的。但是 我不会忘记。那是我希望你去死。我操，还有一个。战神书，谁顶得住啊？战神书，换枪了，换枪了。